把你的脚放到脚凳上，让身体往椅背上靠，让你的双脚舒适的伸直放平。现在在天花板上找一个定点，并把眼睛固定在那个定点上，允许你自己做深呼吸。开始吸气时，全身用力吸气，然后屏住气息四秒。接着，利用八秒的时间，缓缓地将气吐出。现在做一次。做得很好，现在调整自己的呼吸，再做一次。做得很好，你开始感到放松，并且感觉到呼吸越来越缓和，越来越缓和，身体变得越来越放松，越来越放松。你变得能感受自己身体频率的变化，呼吸变得是一种美妙的感觉。现在，闭上眼睛。把你的注意力放到你的脚上，允许自己能感受自己的双脚，任何在腿部感觉的紧绷压力，会使放松开始拓展到全身。感觉就像有十根手指在你的脚趾头轻轻搓揉，那感觉真的很舒服。当你每次吸气与呼气时，你的身体会变得越来越放松，越来越放松，也感觉越来越平静。现在你已经觉得十分轻松，并且可以把那股轻松的感觉挪到你的脚踝，这是一种安定舒缓的感觉。你现在可以继续把那股舒缓安定的感觉挪到你的膝盖，进入你的大腿。这股力量使你的肌肉放松，并且让你整个人镇定，紧张消除，感觉很舒畅。现在把那股镇定的能量挪到你的臀部、你的胃部，并且来到你的背部。你的感觉是既放松又舒畅。现在把那股镇定的能量通过你的背部，并且来到你的胸部。你可以感受到纯净的氧气散播到每寸胸部的部位，你的感觉是十分轻松与自在。现在把那股镇定的能量挪到你的肩膀，你可以感觉到那股能量释放每寸肩膀僵硬紧绷的肌肉，你的感觉是得到释放。现在把那股镇定的能量挪到你的肩胛骨内侧，感觉那股能量缓慢上下左右推动肩胛骨。之后能量来到手臂与手指头，
这是一种既美好又令你安定的感觉。现在把那股镇定的能量挪到你脖子两侧的肌肉，再挪到你的头皮与额头，再慢慢把那股镇定的能量漂浮到你的脸颊与下巴，感觉血液循环已在身体增加能量，这是一种放松全身肌肤非常舒适的感觉。现在我们要从五到数到零，每次倒数的数字会让你进入深沉舒适宁静的状态。记住，零总是让你进入更深沉的催眠状态，五让你自己，四舒适宁静，三二一零，然后熟睡。每一次我为了催眠的目的而建议熟睡，得到你的同意，你会允许自己迅速的冷静的进入熟睡状态，或者更深层的情境。再过一会儿，我会要求你睁开眼睛。当你听到我说睁开眼睛时，你会睁开你的眼睛。当你听到我说熟睡，你的眼睛将会闭上，并且会进入更深一层的催眠状态。每次我们做睁眼闭眼的催眠时，你每闭上一次眼睛，就会让你进入比上次闭眼睛时更深一层的催眠状态。现在，眼睛睁开，熟睡，眼睛睁开，熟睡。眼睛睁开，熟睡。每次我为了催眠的目的而建议熟睡，得到你的同意，你会允许自己迅速的、冷静的进入熟睡状态，或者更深一层的情境。现在只要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听我说话，当你进入催眠状态时，你的头会有向右转的倾向，你会感觉有点抽筋似的摆动，然后开始进入深度的催眠状态。这种深度的催眠状态是一种非常深沉的放松感受，永远将你的注意力只集中到听我说话。虽然你的思绪有向外飘荡的倾向，没关系，现在把你的思绪转回来。现在我要你想象一系列的情况，我们开始为你准备一个新的潜意识形象，那就是你想成为独立自主的魅力男人，你的愿望是散发魅力的独立自主男性，想实现拓展自己交友范围，并且让女友把自己当成宝的想法，让潜意识接受自己是独立自主有魅力的男人。你将建立一个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独立自主魅力男性的新形象，你将想象自己是独立自主的魅力男性的各种状况。如果你想看到对自己感觉很好，如果你想看到自己的身材变好，如果你想看到自己身材变得结实，如果你想看到自己更有自信心，如果你想看到自己更有魅力，如果你想看到自己更友善，如果你想看到自己更独立自主。无论你想到什么，你把这些想法加到这个新形象里，然后你把这个新形象铸成模子后印在楼梯的每个阶梯里，因为当你顺着楼梯从20往下走时，每往下走一步楼梯，每一个楼梯均强调另一个建议的构想，那就是这是你的新形象，然后你的潜意识会开始烙印新形象，并且抹去
头脑过去刻印的旧记忆。同时，你头脑里的潜意识与意识会接受与配合新形象的模式，使你的生理与心理能平衡运作。现在举起你的左脚，开始往下走。20、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，熟睡。每一次我为了催眠的目的而建议熟睡，得到你的同意，你会允许自己迅速的、冷静的进入熟睡状态，或者更深一层的情境。再过一会儿，我们要从催眠的状态出来。再次强调，当你从催眠的状态出来后，你会感觉很轻松。当你从催眠的状态出来后，你知道你可以完成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。现在，我要从零数到五。当我数到五时，你会从催眠的状态中完全醒来，并且彻底的恢复到不被催眠暗示的状态。当你醒来时，你感觉全身轻松舒畅。现在开始倒数，你的感觉永远是进入更深层的催眠状态。让我现在为你关闭所有负面讯息的窗口。我将为你锁住所有来自外在负面资讯刺激的来源，以及过去深刻在脑海里负面的想法。开始倒数到一，慢慢的、冷静的回到房间。倒数到二、三，脸上开始有点笑容，你的感觉是非常轻松与愉快。你了解到你有能力做改变，同时我也会帮助你达成目标。四、五，眼睛睁开，完全醒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眼睛睁开，完全醒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眼睛睁开，完全醒来。